我们家还是先从其他地方开始试水温，用手啊，或是用脚。如果你是从头开始洗，当然的确那个温差就会变得比较大。那温差大，我们的体内的血管哦，就有可能会太过于因为这样子要去因应，它的血压就会突然升高，血压突然升高就容易有可能有中风的风险。这样，冬天洗澡特别有学问，一定要先洗脚。脚暖和了以后，再慢慢的往身上淋上热水。心脏以上的部位，包含了脖子、胸口跟头部，都要是最后才洗，以免造成血管扩张。